差一点，还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是现在。收到，资料转移。传输成功，时空数据融合确认。数据融合确认。没什么难得住我这聪明智慧的脑瓜，完成了完美的时间标尺，我柠檬博士的时间标尺。鼓掌鼓掌。哼，艾尔999他们以为封锁了时空技术我就没辙了，天真。所以第一次精准穿越去哪儿好玩？我早想好了，去找我那发明时间标尺的曾曾曾曾曾爷爷。啥？时间标尺是博士室的曾曾曾曾曾爷爷发明的？没错，去告诉他，他的智慧基因没有消失，到我这儿还究极进化了。就算被全世界孤立，我还是成功了。我看还有谁敢嘲笑我？时空锁定，坐标确认。只要能精准去到指定时间点，那我就可以。一切正常。奇怪，凯奇的定位一直在房间，又在睡懒觉吗？不对，怎么都不在？难道他们没带奇趣徽章就出去了？这边这边，凯奇，你们藏得够深呢。这是不让青青发现的最好绝招。凯奇同志，秘密会晤怎么样啦？报告，青椒博士准备好了。戈壁，别高的。对，别那么大声。好，快去青椒博士那吧。等等，秒。青青，真是粗心鬼！你们的奇趣徽章落在房间了，为什么忘了？谢谢。我是肚子疼，去了公共厕所，清光紧急就没带了。对，本喵盯着他去的。艾尔，你说。我去买菜了，啥都不知道。是吗？对，我们真的不是有事情要瞒着你去。艾尔，你肚子疼了吧？哼，有问题。行了，定位信号都屏蔽掉了，这点小事儿至于吗？这让青青发现可就坏大事了。什么？坏大事？其实大家可以跟青青说清楚的。不，都这时候了，摊牌有用吗？计划继续。摊牌？不能就这么简单算了。等青青回去飞船，我们就得让他好看。他们想对付我？难道他们都知道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根据分析，这是敌人的圈套，不过我也还是要行动。没错，因为你是奇趣特工队。柠檬中线第一名。完蛋，忘了问博士谁是曾曾曾曾曾爷爷了，赶紧溜。不进生气谁呀？抱歉，我刚才不小心。是青青。蒙查查，等等，蒙查查怎么会认识我？原来青青，你怎么偷了？哪个坏蛋
我帮你教训他。不，我只是沙子进了眼睛。对了，为什么你会认得我？是哦，你还没见过我呢。等等，我就是你的好朋友毛查查。我都没见过你，还好朋友？没关系，博士给我的设定就是这样的，不管苦恼、悲伤还是孤单，我都在你身边哟。这是柠檬博士给你的任务。陪你就是我的任务。啊，他不是专门造出来捣乱的吗？为了照顾你，我可以变成各种形态。博士说了，听着，青青闷了，你要变玩具；青青困了，你就变枕头，衣食住行一样不缺。对，就是这样，感不感动？以为做这种东西就可以了，他根本什么都不懂。我最讨厌爸爸了。青青，青青，青青，等等我。糟了，这是2999。青青，你因多次拒捕，现已正式被列为特级时空罪犯。请别再无畏反抗。哼，别欺负青青。你是？危险程度可以忽略不计，继续逮捕。收到，提取捕手，发射。加什么奇怪功能呀？哦，错了错了，做这个小东西花不了我多少钱。哇！我说的成功是指我改造完成的升级版时光机。这一次我开发出一种名为时间标尺的新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我把每一个时间空间通过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进行标识。根据分析，青青喜欢的几率99.99%。那就好，我们能去的时空也就越准确。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定要给他一个大惊喜。喂喂，我可是发明了最新型的时光机，你们倒是夸夸我呀。时光机本喵用多了，重点是这项链。糟了，小镇那边有什么人在战斗，闹出大事了。什么？我们出动吧。我是无敌柠檬。你的顽强超乎预料，让我造成了不必要的破坏。你们触犯了。我们还辛苦了，你们先撤退吧。抱歉，2999队长。不动不动，青青，你先走吧。不，他哪也去不了。激活时空囚笼。快点，快跑！
青青，返回未来接受惩罚吧。不准耍青青！抱歉，规则就是规则。冲天火箭拳！蒙查查，怎么回事？救救青青！喂，你谁呀你？快放了青青！我在执行时空任务时，常会遇到不同时代的奇趣特工队，但还是第一次遇到初代，请多指教，前辈们。什么乱七八糟的！放开青青，不然别怪本喵弹飞你！我是未来奇趣特工队的队长，艾尔九九九，是来逮捕特级时空罪犯的。你这来历不明，更像犯人吧？不，葛斌，检测到他的系统信号和我完全一致。啊，他真的是未来的奇趣特工队？不愧是艾尔初号机，既然误会解开，我要继续执行任务了。通天金刚剑，逆转光枪，隔壁呢？哼！各位初代前辈，你们这是？哼，还不懂吗？青青，是我们的伙伴。